换句话说，有一种的敬重，是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什么？这个敬重，这个敬重呢，要呢丰富充足的供应给我。也换句话说，这个基督要丰丰富富的进入。那这到底能不能够有丰丰富富的进入呢？根据什么？根据我们能不能够更完一点，根据我们能够更加一点。我们到底进入了没有？已经进入了。但是有没有丰丰富富的进入呢？根据有没有发展，发展什么？在性上面要充足的供应美德。有了美德够不够？不够，还不够丰富，还要再充足的供应呢？知识，有了知识够不够？还不够，还要再更追求分外殷勤来供应什么？节制，然后呢，忍耐、敬虔，再来呢，弟兄相爱，还有什么？所以你都曾经打一个比方啊，就不画，我就不画黑白了。你想象一下，性就是一个什么种子？这个种子呢，它有两个，它生出两个根来，一个是什么美德，一个是什么知识，然后接着呢，它长出茎来，这个茎就是什么节制，然后呢，它又有叶，叶是什么忍耐，还有什么敬虔，接着它开花，弟兄相爱，最后有一个结果。当你这样一幅图啊，看见了一个生命的种子，还在那里发展的时候，越发展就越丰富供应。所以就叫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和救主基督那个永远之国的进入，丰丰富富的怎么样供应给我。好，这个所以有时候为了正好为了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啊，解释一下，画个图。这种的进入，我们这是神，若这是神的，这种的进入，我们常常认为就是走进，是不是？或者一般的基督徒就认为是走进去。但事实上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种已经进入，然后接着越发展就越怎么样，丰丰富富的进入。到底要怎么表达呢？当然，我不要说我的表达不见得是唯一的，但似乎可以这样表达。我们人有三部分：一重生，我们的灵就在神的国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我们的灵里的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国。但是请问我们的魂呢？还有我们甚至最后我们的身体呢，在刚重生的时候并不够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在刚刚讲的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，感谢主，我们越来越有一天连我们的魂得着了丰富充足的供应，是不是进步眼前的国了？是的。但不过了，甚至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就连我们的身体，不要这么说，这不是绝对的，但是不是可以说明一点，我们到底在什么过程？一重生就进入了，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，丰丰富富的进入吗？还没有，所以需要什么？分外。还要怎么样？更加殷勤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对于那个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进入，可以怎么样？丰富充足的供应给我。Amen.